琴晚十點過嚟排咯，咁就因為今日判啊嘛，47子，咁就我喺長洲都買咗平安包，咁就喺嗰度呢度。買咗呢個平安包俾佢哋，等佢哋每一個人咧，其實希望佢哋每一個人47子每一個人咧都要平安出翻嚟，平安大吉咁攬過呢一步咁樣樣咯。咁同埋就係話，點解我咁中意？其實我擔心排，其實咧我係擔心排隊黨嘅，係啊，所以我咁早嚟咯。同埋佢哋都還押咗成3年啦，已經。其中有一個戰友係我長毛，全部我都認識嘅。咁我同佢最好噶啦，就係咁。咁你即係有冇去探監啊？覺得長毛喺監獄裏邊嘅狀況係點樣樣啊？佢好精神咯，我叫佢撐住，我哋支持你嘅，就係咁啊。咁你有冇發現到個排隊黨啊？咁樣嚇？嗰啲人話俾我聽有排隊黨喺後邊，咁樣咯。我嚇，好彩我早啲嚟咗，如果唔係俾佢攞咗證明書，我哋入唔到去咯。咁你對於即係今日嘅裁決咧，你會有啲乜嘢嘅即係睇法，或者有啲咩期望咁樣啊？無論個結果係點樣，我相信咧佢一定會上訴，肯定會上訴。你見到每一單案咧，佢都會上訴。咁唔係咁樂觀咯。即係如果被告係被判有罪，你覺得佢哋都會唔會上訴咁樣咧？嚇，會咯。尤其是長毛，係啊，佢講得佢啱嘅嘢咧，佢絕對唔會認罪。即係等於我隻眼爆咗微絲血管，醫生話你休息一下啦咁，但我寧願睇三次醫生，我都要嚟，因為我覺得呢樣嘢我要支持佢哋，我要堅持，佢哋都一樣要堅持。我呢個爆微絲血管嘅好微不足道嘅嘢嚟嘅，就相比之下。咁你覺得而家即係堅持落去？會唔會都即係個壓力係大咗？其實而家23條之後，覺得即係繼續堅持呢個社運嘅路，會唔會有難啊？難啊！難好多啊！你睇下佢係最近升早嗰兩日啦，咁拘捕咗啲人，咁其實你已經知道乜嘢叫敏感日子，你已經好清楚話到俾你聽咩叫敏感日子，就係咁咯，就係咁。希望他們平安，家人要撐住，監獄可以鎖住到我們的人，鎖不到我們的心，鎖不到我們的腦，鎖不到我們的思想，打擊到我的人都打擊不到我的心，心是最重要的。你剛才說如果假使有被告脫罪，是不是律政司那邊都覺得他們都很多數會繼續？會，肯定會啊！咁啊，今次冇陪審團啦，呢單案件，你覺得個現場有冇問題？我諗嚟緊都唔會有噶啦。如果咁樣，你會睇到會係咁樣噶嘛？即係佢哋就係咁樣咯。講多兩句，憎恨特區政府；講多兩句，仇恨特區政府，佢會咁樣樣咯。覺得點解會有咁多即係市民關注呢單案？因為呢間案件佢還押咗成接近3年啦，已經，所以你見到全部人都排到去嗰度咯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亦都有好多排隊黨啦，就係咁樣啦。所以我一定要早啲嚟，唔可以俾排隊黨攞曬我哋嘅飛嘅，我哋一定要入到正庭支持佢哋。咁你覺得呢單案係咪國際社會都關注？我諗全世界都關注啦，就係咁。即係都想見證呢個即係裁決嘅一刻，即係喺法庭裏邊，即係親眼見到被告嘅情況。是啊，親眼見到，我會希望可以盡量俾到佢睇呢個包。我諗佢即係我諗我哋要經過嗰個什麼東西檢查。我諗佢唔會拆開我的包嘅話，因為佢咩都會拆開噶嘛，而家係咪啊？咁我就帶埋呢個包嚟。唔該曬。咁你講一個裁決意義個影響有幾有？無論佢今日個裁決係點樣樣咧，我諗。都會好心軟，結果是怎樣都會好心軟。佢講每法官今日講每一句説話都會好心軟。點解啊？想
想見見證下嗰班啊手足啊嗰班同路人，想見佢哋一面啊嘛，啊係咁啦，睇睇你睇佢哋今日嚟講咧，誒、啊、個命運係點啊嘛？樂唔樂觀啊？啊！乐唔乐观？都唔系几乐观咯，因为咧佢哋啊统治者咧系啊系要咁样折磨你啲人噶嘛，啊咁你即系佢当你系敌人啊嘛，啊佢制造你敌人啊嘛，咁啊。佢唔想俾你啲人啊有一種啊思想嘅自由啊嘛，係咁啊。你點睇佢哋未審就已經坐咗咁耐監啊？有啲坐咗三年。呢、這個係我知啊，我即係想見證佢哋嗰啲啊嗰啲冤枉啊。基本上將佢掌在冤枉啊，即係強加之罪嚟噶嘛，啊，即係唔係佢哋根本唔係犯罪嘅，根本就佢哋係追求真理嘅啫嘛，啊，我嘢講。你覺得係咪點解點睇咁多人關注呢件案件啊？因為咧，好多人。就係想啊，都係想見證嗰、那個啊嗰、那個誒、啊、社會個變態啫嘛啊！你今年幾多歲啊？誒、啊、我啊，我誒、啊、1年零15日，啱啱是啊1924年。5月15日是我生日。今朝几多点嚟啊？6点钟到咯。6点钟嚟。6点钟差唔多。辛唔辛苦啊？等咁耐。啊，要等，辛苦都要等噶啦。有多少辛苦啦？系冇话唔辛苦啦。平时系咪都会嚟听审噶？即系大多数啦。好少缺席啦，啊，每中一次啦。你點睇冇陪審團啊？啊，佢如果陪審有陪審團咧，咪即係揭穿咗佢哋啊嗰啲誒嗰啲叫做誒計謀咯，係嘛？因為啲陪審員啊，會有啲都大多數都會有誒人性噶嘛，誒都會分是非噶嘛，係嘛？咁啊，佢所以咧，佢就唔俾啲嚟分是非就咁啊，係嘛？你覺得誒佢哋會唔會得到公正嘅誒裁決啦？同埋我諗咧，佢哋絕對唔會得到公平。因為呢、這個啊統治者嚟講，你唔會啊唔會放過佢哋嘅，咁啊，你邊可能俾你有民主自由啫？冇可能噶嘛，佢只係呃你啫嘛。係我2019年4月啊，即係511个人，我係上咗大二車，啊，上咗大二車嘅，啊，係，俾佢抬我上車嘅，嗰年啱啱90歲，啱10年咯。係，而家又國安法又23条，會唔會講嘢都小心啲啊？我唔理得咁多噶啦，
我喜歡說，我隨時會說的啦。他拉就拉，坐牢就坐牢，沒所謂的。坐牢就有免費飯吃，是吧？不但全世界都關注，連個外星人都關注。倒退了，二哥他真的在看什麼啦，如果他真的還有 人心的話，有人類的良心的話，會全部放了他們，還要賠償他，要向他們道歉啦，是吧？因為他們是冤枉的嘛，因為他們不是犯罪的嘛，不犯罪的人，你監督騙他是犯罪的嘛，即是六碟六碟，不是今晚啊，昨晚啊，不是今晚今晚都是六碟，昨晚啊怎麼過的，這麼多個小時非常之去用我的心情去支持我，完全呢，我想呢，我都是數一數二最老的了，但我養後生， 我用支持，我真的真的做到的，而且呢很多人來，雖然是來不到，很多很多各方啊、香港啊、九龍啊嚟支持我哋，我都多謝佢哋咯，支持我哋。唔係意義啊，係悲哀啊！我根本就好失望噶，係嘛？唔係開心噶，你睇我笑咋？我真係想喊啊，眼淚流出嚟噶啦，係啊。點解啊？即係覺得佢會得到公平嘅裁決嗎？唔會，佢冇可能啊！你如果今日放啊，有公平去咯，冇可能啊，真系完全系做唔到嘅，有咩讲？兩位放咗，係啊，五入罪，但係其實應該47位都冇罪噶。我哋同埋佢哋47位，都係為咗香港嘅公民社會，為咗真民主啊！佢哋做嘅一切，過去幾十年，唔通我哋唔知咩？係人都知啦，係和平咁去為民主。去做嘢，佢哋盡咗好大力，睇到佢哋好辛苦，好辛苦啊！是2019年嗰陣時啊，真係好辛苦，好辛苦啊！有兩位咧係放咗，點樣都好啦，係啊，兩位都好啊。擔心律政司會上訴咧，就住嗰兩位嘅。而家我哋嘅政府啊，有咩嘢？有咩嘢佢係講理嘅，係啊，佢每一樣嘢都要咧自己贏曬，係啊，自己唔止雙贏啊，係啊，踩到人哋咧，我唔明點解會咁樣樣噶。而家係人都屈，即係唔係淨係佢哋啦，仲有好多好多嘅手足，早幾日又拉多幾個。
你想象不到啊，是啊，想象不到是什么原因会突然之间要这么癫咯，是啊，这样去拉人法。你今早几点来啊？我今早呢八点半钟到就去到上到来呢长沙湾地铁站口，一出到出到去个站口啫，就俾啲警察住截住啦，即刻，系啊，即刻截住，截住咗十分钟到啦，先行到嚟呢度啊，吓，行到嚟呢个位系八点四十分到啦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咧就唔舒服嘅。